你们现在在干嘛呀？我好像一年都没回家了吧？好像第一次这么久。你们过得还好吗？我过得挺好的。然后这首歌写给你们，也写给想家的人。去年八月四号独自来到这个城市，直到关上家门的那一刻，我就这趟去了这最后一次，尝试用我的方式找到那所谓成功的公式，这题该怎么解释，或许努力最好的提示，想做就做总是你们经常说的，加上些话的关心我也都有记得，想着等哪天功成了名就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换我支持你们，永远站在你们的身后。过了一年，老爸老妈你们还好吗？咸酥鸡的味道现在都还是一样吗？老姐你说的话最近还有在做吗？我好想你们，到底有没有想我呀呀呀 ？I wish they I could say, 我 my way out, I'm proud, not afraid, not afraid,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。抬起头往前冲，决定走的路就会有入口，风铃上的微风，要你们一起感受。今天下课看了你传来的照片，虽然我嘴上说着哈哈你们没怎么变，但画面里的白发证明时间它不会骗，我现在到底走到哪了，能否按下快签，抱歉现在连过年都没能跟你们一起，抱歉现在连生日都没能跟你们一起，固执的我有时想到的只有自己，抱歉连外公走的时候都没能陪伴着你。过了一年，老爸老妈你们还好吗？咸酥鸡的味道现在都还是一样吗？老姐你说的话最近还有在做吗？我好想你们，到底有没有想我呀呀呀 ？I wish they I could say, 我 my way out, I'm proud, not afraid, not afraid,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。抬起头往前冲，决定走的路就会有入口，风铃上的微风，要你们一起感受。未来还有多远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但我会继续用我的方式努力，所以加油吧 ，Let's go。I wish they I could say, 我 my way out, I'm proud, not afraid, not afraid,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。希望那天拍着手，看我在舞台上紧张，自信的笑着，决定走的路就会有入口。不让顾虑，我能迈向未来的希望。说的不是，但我是你，让你们一起感受。